其实都是洞洞织法，而且是整件都是洞洞。如果你今天不想露肚子，或是想露肚子，你就取决于你的小可爱的短度。它一样是可以穿到 L 号，所以大家不用担心。然后它的肩带这次是走微宽肩，所以它也不会滑下来。你看它遮副乳的地方还有一点点小小波浪跟锯齿，然后弹性大小，大胸部、小胸部都绝对够穿。它的那个针织非常的细致，因为其实一般做这种针织的面料的是没有弹性，但是这件它是有弹性的，而且是做软料的，然后是薄款的。它下摆是有点这样子小波浪，对，非常可爱，放下也很好看。米白色的话，本体的这些洞洞一样依然是非常的明显。它这个胸型跟肩带，它是这种比一般肩带还要再宽一点点，但又不会到超出，我觉得整体的效果是很棒。那它也不用特别的扎了。黑色其实是我觉得四色里面这种小小的波浪啊，或是洞洞感，我觉得最明显的。然后它也超显白的，因为黑反而会反亮哎。然后如果你不喜欢这种洞感那么深的话，你可以穿成黑色的 bra top 或小可爱在里面，它就不会看到这些洞洞了。